年关将近呢，很多餐厅业者都忙着在备货，那么民众也愿意花点大钱吃点好的。但是问题是，有几家餐厅呢，他们的菜单上竟然出现了珍贵的宝玉类鱼，包括了鹰哥鱼，包括了苏梅鱼，提醒你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最高可以开罚上百万。三个大男人抓着一尾颜色鲜艳又吸睛的大鱼，在镜头前得以比 pose， 还在脸书宣传他们营业的海鲜餐厅就要在年终尾牙祭出最亲民价格的最高档美食。不过仔细看，这鱼可不能吃，不是有毒，而是这是宝玉鱼、鹰哥鱼，被列为宝玉类动物，最长可以长到130公分，全台剩不到30只，业者贩卖就是违法。不会对我有伤害？不是，就是你对我们店里。真的不切实际的报道的话，那我也可以报。有人检举说，就是这家店里面有就是有贩卖这个驱蚊纯鱼，然后因为它是宝玉类的动物，在店里没有查获脸书照片上的宝玉鱼，不过违法贩售宝玉鱼可遭罚20万到100万不等的罚金，还有6个月以下的刑责。无独有偶，在台北也有业者将珍贵的宝玉鱼、苏梅鱼送上桌。苏梅鱼又称龙王雕，特征是厚嘴唇、小眼睛，最重有200公斤。因为是宝玉类，只要贩售供人食用就要开罚。就是在基隆买的，因为那个便宜啊。不小心就是对啊，就是只是为了要给卫生局抽检。期货宝玉动物苏梅鱼一条，那零星业者供称他们知道该品项为苏梅鱼，但不知是宝玉类动物。年关将近，餐厅业者出奇招抢生意，但选海鲜时可要睁大眼睛，别买到宝玉类，以身试法的后果就是等着接罚单。记者王善伟、吕学浩、黄子峰，台中台北综合报道。